我下午回去的，然后下午那一两点嘛，我阿妈就把我跟我女朋友推进房间，两个去困。我也不能去困啊，好回的屋啊啦。我们刚才在聊说，爸爸是去年六月，去年六月，六月几号？对不对？哎呦，好像十几号吧。对，现在差不多满一年，一年了，一年了。这几个月还有摸到他吗？没有哎，都没有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他应该跟朱大哥跟高大哥都比较忙吧。他们在那边，他们的牌局可能现在读读的可能比较快乐。那因为我是基督徒嘛，我就是祷告，就但是我祷告的心情是很平安，所以我相信爸爸在那边另外一个世界应该过得蛮好的，因为。如果不好，一定会找我嘛。跟你基督徒会相信这个吗？我相信的就是他，因为我爸爸受洗过，所以我相信他在迦南美地，在那天国就会跟着耶稣一起在一起。其实爸爸走了之后，我觉得，当然我的信仰有给我祝福，我相信我爸爸也带给我祝福。就是你也看到，就是工作还蛮 OK 的，就蛮稳定，通告也有，然后戏也有的拍，然后驻唱也继续唱，都还蛮稳定的。爸爸有帮他一点忙吗？一定有啦，一定有。他可能去找一些制作人弄里面，学问家哦。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很快？真的就一年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时间过蛮快的。像今年，再过几个月父亲节，他没有爸爸。对，以前都还会跟爸爸可能吃个饭啊，或见个面，他现在没有这个机会。但他活到我心中都是真的。你今年几岁？今年我应该有哦，34。那阿妈不会催吗？讲到阿妈超好笑。我第一年跟女朋友在一起，然后回去过年吃年夜饭，我下午回去的，然后下午那一两点嘛，我阿妈就把我跟我女朋友推进房间，两个人去困。我也不能去困啊，阿鬼的屋啊啦。他讲阿鬼。对，我阿妈说你个阿鬼的屋，你阿病啦。他想要报复。我们基督徒不能有婚前所以你们真的都没有？没有。交往多久了？四年。都没有任何的逾矩的行为？这两年没有。就受洗之后没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这样不孝啊，你要他等多久啊？90的时候再报。所以我说你往他顾的嘛，对吗？我马上需要调养姐外形态嘛，一次就给他有。所以你觉得五年内会不会有？有可能的吗？有可能，我可能预计35岁结婚。那不就明年了吗？应该啦，计划跟变化有时候不太一样。不然的话，真的让他等太久，他90岁要抱也抱不动啦。没关系，我抱给他就好，他坐在那边就好。他女友小你几岁？没有，他大我半岁。大你半岁，可是看起来很小。这样会不会你35的时候他已经高龄产妇了？不，他身体很好。他身体。徐若瑄40几岁怀孕啊，对不对？